Hello， 牛新闻，我是丹妮表姐，我出了第二本新书，叫做《人生哪来那么多可是》。如果呢，你有很多烦恼的话呢，这本书会非常适合你。如果你完全没有烦恼的话，那拜托你不要买，我也不差这一点点版税。因为呢，很多表弟妹问我问题的时候呢，发现奇怪，这问题怎么这么老梗呢？那发现原来道理人人都知道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如果你受够台面上任何就是励志书的大道理的话，这本书呢完全没有大道理，只有告诉你如何解决问题的 SOP。希望你会喜欢，拜。讲一个自己最性感部位，眉毛。直接跟苏志燮送入洞房，但此生必须大烂脸，愿意吗？不行不行，这样那个 CP 值太低，只有一次不行。参加饥饿三十，跟苏志燮全裸躺在你面前，但不能靠近他，觉得哪个比较挑战意志力？哦，苏志燮全裸躺在我面前。讲一个在读者之间最没有人气的鸡犬朋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最近鸡犬不宁，不行，最近鸡犬们不宁。书中有提到一个记仇魔王的星座是什么星座？天蝎座，不要惹天蝎座。女王 Peter 数四一，以上三个鸡汤界阿基师，你比较吃不下谁的菜？哇，这挖洞题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肤浅人，所以三个我都没有看哦，因为我很肤浅。说一个部落客界幽默指数可以跟你匹敌的假想敌。跟我匹敌的假想敌吗？皇阿玛。看前男友可以当朋友吗？可以。想一句反驳你凭什么红的话，没关系，那你输到干掉我啊。转世投胎可指定人生的话要当谁？谁？人类是不是？人类金卡戴珊。对表弟妹撒娇，劝他们来签书会。撒娇吗？撒娇。女团规格。女团，女团就是这样啊，来签书会嘛。这样算吗？这样算吗？看算我们的。假使这里真的是加拿大，啊，嘉喜，你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决定了。bull， 我决定了。bull， 我决定我要再给他嘉喜。我怎么想都觉得你是鬼怪了。撒黑哟。这个挑战非常为难我，因为我一定跳得比李准基还要烂。